在福安市塔阳村，华文媒体团体验茶叶加旅游业加文化体验茶旅融合新模式。在福鼎市赤溪村聆听中国扶贫第一村的脱贫故事。在霞浦县崖城镇、三沙镇多个村落感受山海联动的生态之旅。就很简单的把这些照片所看到的所有的美，然后所有听到的声音，看到的一些感受，把它写成文字，我觉得就可以向全世界的人说出中国之美，中国的声音。有这么多国家的媒体到这里来啊，能够这个宣传我们这个福建的文化，中国的文化，福建的文化，还包括具体的一些比如说我们古岭故事啊，还有茶的文化这些，因为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，能够把这些的资讯传播到全世界去。本次活动由福建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、福建省人民政府侨务办公室、福建省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主办，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承办。活动旨在对外讲述生动鲜活地贡献“一带一路”故事，搭建民心相通之桥。